你们玩呆射最怕遇到什么英雄？我最怕两个英雄，一个是钟馗，一个是万灵王。但是幸好我老伴选了一首张飞，哎，这样就好很多了，可以让我晚死一会儿。玩伽罗啊，猥琐是很主要的。你看我到了七级，一次都没死过哦。就你一个鲁班，辅助还不在，你完了，我直接点你脑壳。拿来吧你！哎，闪现啊，虽然浪费了张飞一个大啊，但是这波不亏，脸都不要了。这不重要啊，我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虽然我这个战绩四杠一，但我就是推不上去，这也没办法。我一推塔，这蓝莲王就抓我。我四个人头，三个都是蓝莲王给我送的，压不上去就开个龙。嘿嘿，不是，这怎么还给龙抢了？这蓝莲王你神经病啊！没事啊，暴君没了，开主宰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个冤种又来了。这玩蓝莲王的不是偷龙就是偷人呢，真脏啊！上高地的兄弟们，有暗影先锋的加持，上高地轻轻松松。完了，二狗子绕后二闪，哎，闪现跟谁没有似的，开玩笑，现在的我已经死不了一点了啊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拿来吧你，救我啊！别挣扎了，你活不了一点。我是发现了，为了避免被钟馗勾，还是应该跟队友贴近点，你看到没有，我站在中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你好 gotcha bitch。你们看这个蓝莲王啊，临死之前都想着往我身上扔飞镖，见不见？以后玩呆射呀，别再让我看见那个蓝莲王还有那个钟馗了，不然我就死给你看。看完了不妨点个赞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